如果这次藏钱没被老婆发现，我会买一包好烟，然后拍个照片发到我的朋友圈。如果这次藏钱没被老婆发现，我会买一包好烟，然后拍个照片发到我的朋友圈。如果这次藏钱没被老婆发现，我会买一包好烟，然后拍个照片发到我的朋友圈。如果这次藏钱没被老婆发现，我会。